我脾气好啊，但是我今天生气了。你为什么生气？因为你啊，因为我们之前说好了，想要在一个队里面。明天你打算选谁？你说呢？傅龙飞是李泽峰的偶像。峰哥没来找我，当时其实挺难过的。泪有多苦涩？我不怪你了。此刻采访一下这个你的心情。你的拥抱我还记得，太多美好怎么丢了？难道选择放手才让故事更曲折？像一个旁观者，不介意自导自演的角色。心情怎么样？那我不想说话。别闹。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失落。是为什么失落呢？因为有人没选我呀。没选你？对啊。没选你，跟你今天说明了原因吗？说了。你还是觉得没有说服你是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身边永远赚的是你，对吧？再回不去了。我不会跳舞。我也不会。我们在起初是他 ego， 我们俩选适合我们接下来组团的所有人。那你得要身边你出每一个哥哥，你才知道什么脾气。那你是觉得你跟我脾气不合了，所以你就没选我？这是一红，我跟你说，你俩都是巨人。像一个目击者，忍受默不作声的折磨，慢慢的习惯了，成条件反射。傅龙飞是李泽峰的偶像，这就今天一整天都特别丧，压力特别大。龙飞加油！啊，那我们朦胧加油！当时的感受就是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强行推着我往前走。重新一个新的我。受不了了。